有点变，可能长大一两毫米，然后我再，对，我再看看上一次，啊，上一次就没做过，这就是，他就，之前后来就再没做过啊，对，因为他那个写年度复查，嗯，然后通常不是第一次都可以那个什么。似乎少少有点变，但是整个这个结节比较小，也没啥没血啊、嗯。好，是是是，大小变化。稍稍，你看这边，你看这边这个就是这样的嘛，嗯，这样子的嘛，这边就这一点点嘛，嗯、啊，变大了，就感觉是变大了，啊，所以呢，要小心。怎么还小心吧？就要盯住他。哦，盯住他。还不懂这个。就是这里有个坏人。哦，他可能要出问题，哦、我们就要盯紧他。哦，那我应该什么时候再复查呢？如果这样，你就三个月后复查吧。哦、万一他真的在长，我们也能及时处理嘛。好啊，哦、嗯，否则的话就容易错过了机会。如果这个万一真的要，万一变化就做了，做掉它也很麻烦，不麻烦。它长的位置会不会长的位置好？哦，好，切一点点。嗯，好，谢谢。